家好，今天我们开箱的是乐班人体工学可调背靠，来看看它的特点。人机工程设计，创新纽簧设计，一键调节高度，五档高度可调。好了，接下来开箱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把它拿出来了。这个材质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因为它拿出来之后呢，没有明显的塑料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绑在椅子上试一下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把它放到椅子上试一试。这个弹力绑带的固定方式呢，长短是可以调节的。如果是固定使用这一把椅子，也可以不把它解开，然后直接拿下来，或者是直接套上去。换一个椅子试一下。宽窄呢，它是可以调节的，这个不错。然后坐上呢，靠着的时候很舒服，能感觉到腰背部呢，这边都有了支撑，这样久坐的时候就会轻松很多。这种固定方式呢也比较简单，开车的朋友可以放到驾驶座上试一下。给大家说一下如何正确的坐，尤其是久坐的上班族和学生们，保持好坐姿呢可是避免腰痛的法宝。平时呢我坐累了就会这样靠在椅背上，以为是后背放松了，其实呢这样的姿势啊，脊柱的压力特别的大。而且正确的坐姿呢应该是脊柱有一定的弧度，比如加上这个靠背以后，它的高度固定之后呢，正好是贴着腰背这个弯曲的位置，保证腰椎它的曲度是正常的，后背呢靠着就很稳定。尽量呢不要往前探头，因为久坐之后呢，大家很容易头，比如你看着电脑的时候，然后头就很容易前倾，胸口呢和办公桌有一拳的距离。这样的坐姿能帮助我们避免腰椎间盘突出呀，或者是颈椎病之类的。靠着这个靠背的时候，能感觉到它是环抱式的，这个背托贴合背部和脊柱的曲线，这样呢就不会感觉到硌腰了，身体呢完全没有什么负担。另外我研究了一下，这个后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空隙呢？它后边啊这两个红色的位置是双纽簧动态缓冲结构，依靠的时候很稳定，左右动一动呢它也会很贴合。这个结构呀，它是帮助身体姿势平衡的。背部靠着的背托上呢有很多的通风口，夏季的时候使用呀，这个空间的空气流动也不会闷热。另外呢，对于身高不同的人来说，调节高度也不难。这里呢有一个滑槽升降，它这个有五个档位，调节高度的时候不用借助工具，按着这个按钮完成升降，而且呢它也不会滑落。五个档位呢能保证两侧的背托高度统一，使用的时候更加的舒适，而且高低胖瘦都可以用。上学读书的时候也是长时间久坐，保持健康的姿势很有必要。但是呢，不论什么姿势，我们都要经常的活动一下，换换姿势，最好呢是一个小时左右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。好了，本期的开箱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记得留言点赞评论哦。